这边潮流赛区的队友呢一直在给辛迪加油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对对。其实我因为我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啊，就是除了他开场出现的那个意外事故之外，辛迪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比较沉着的选手。对对，而且他这个动作做的呢，让我觉得他这个天赋还是不错的。他接触艺术操就很已经是非常晚了，而且接触的时间非常短。嗯，他前面那个的失误，我觉得还是就是心态有可能太紧张了。太紧张了。对，而且就是我们专业的运动员吧，也会彩带会很难比，容易缠身。嗯、如果有风的话，就会容易打结。对对。所以彩带是非常难比的一项器械。我觉得他不错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前面彩带缠住了以后耽误了比较长的音乐时间、嗯、后面他一定做了调整，他做了，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和音乐是吻合。对对，我觉得这样的临场的一些应变，豆豆老师还是挺棒的。对对，特别特别好、嗯、他临场应变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，他把有分的动作赶紧都做了。我刚刚看到他把所有的有分动作抱侧腿然后跨跳赶紧全做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还是非常有临场应变的，一看就是教练说过的，如果你又出现了什么问题，那你要赶紧把有分的动作都做了。都做了。对，头脑清晰，头脑清晰。因为刚开始刚才豆豆指导也说了、嗯、即便是专业的运动员也可能出现彩带打结的这种情况。 对，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了，他能够在解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想清楚一会儿要干嘛。对对对，挺难的这件事。对、嗯、因为真的很急很忙，我该怎么办，就会有出现这样的状态。 嗯就是他后来和音乐的那个搭配那个结合呀，就是让我在脑海里有一个闪念，说他前面那个蝉是不是自己设置的一个小环节？后来一想，应该不是啊。Cindy 最后的7.97分，啊，其实后面的表现还是不错，后面的表现对对对。